王维视角解读游牧文明。大家好，我是老阿，我不是来自于亚利安斯坦，也不是来自于阿拉伯斯坦，我这也不是来自于蒙古斯坦。地上好多的国家都是以斯坦结尾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关于斯坦大放厥词。其实呀，斯坦呢是波斯语当中的土地或者国家的意思，主要就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按他的意思，这个斯坦是来自于波斯语，而且有国家、地域等概念。哎，悄悄哈，如果这个词尾是来自于波斯语，他们应该称呼自己为波斯坦或者亚利安斯坦。恰恰这个词尾斯坦是来自于蒙古语，中亚所有以斯坦自居的国家都是蒙古人建立的，比如你所在的那个新疆曾经就是察嘎代汗国蒙古斯坦。不管你是阿富汗斯坦还是蒙古斯坦还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吉尔吉斯坦，都属于乌尔巴克斯坦乌尔巴克斯坦乌尔巴克斯坦 country。 哦对了，今天蒙古人的自称是蒙古措的。另外，战斗民族乌拉一词肯定是来自于蒙古语。不仅如此，他们最早的沙皇里甚至有人以大元之子自居，伊万诺夫大元之子。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一个地名一段历史，关注老阿讲历史。